老李，好久不见，你去哪里玩？就随便逛了逛。你干嘛了今天？早上去免税店，然后游泳睡觉。破女人。晚上吃什么？那边有一家冷饮店，很出名，很多人排队，我们先去尝一下吧。好的。我们还点了一份炒冰，榴莲炒冰，它要等一个半小时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西瓜，这个是冬瓜玉，白玉米，还有薏米啊这些东西，烧仙草啊，芋头，这个就是椰汁了。这个是海南的特产，椰树枝上采琼浆，捧来一碗白玉香，讲的就是这个清补凉。来了海南一定要吃海鲜，看一下是我们莆田的海鲜贵，还是海南的海鲜贵。这个怎么卖啊？海参，五个一斤左右，抓两条。给你看一下活的。现在是随便找了一家店，就是加工这个海鲜，然后一道菜差不多就20块钱，然后这些加工费是100块钱。我们买那些海鲜总共花了281，总共是381，看口感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。来这边，反正你们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吧。我们选的这家人好多，等的有点久，所以就先吃了，怕凉了。这个还可以，反正买海鲜的时候你们自己要挑好，在哪一家店加工，你们可以在一些平台上看一些大家的推荐啊、评论啊，选择正规的，一般都不会怎么吃亏吧。自己先做好功课再过来。这个我自己选的这个海鲜还蛮新鲜的，这家加工的味道也还可以哦。这个是叫红口螺，因为在我们这边没有见过，所以我就点了这个。这个海胆这几天其实一直都有在吃，海南的这个海胆本身就没有什么黄，所以会用这个蛋来蒸。然后如果你想吃比较好吃的黄，你可以去大连吃海胆，大连的海胆是真的非常奥利给的。海南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那我们要吃饭了，吃完我们还要去拿炒冰。已经吃完饭了，我觉得真的很实惠，比我们莆田要便宜很多。现在我们要去拿做的那个炒冰，它是炒了一个半小时，打电话说做好了，我们去拿炒冰。榴莲炒冰，我们去逛街吧，拜拜。